机油，马上退散呢、欸，马上退散呢、欸，马上退散呢、欸，冲起来就可以了，好方便哦、欸。用擦的就可以对抗油污啊，一样的油都可以擦得起来。除油布、哦欸、所以它可能有密封盖的原理，它这样子的话，你放在阴凉处，不要晒太阳，一两年都不会干掉。也有这个随身包，一小张，对，一个厨房，我觉得吸力控哈，那放个器物哈，就这么简单。哎、欸，对喽，直接就把油漆擦起来了，这么简单，把那个起来。很轻松哎，不用刷吗？不需要，不用清洁剂，不用不用，有擦过跟没擦过的地方有差多少哈、哦？真的，这个有擦过的，这个没有擦过的，像这个烤炉这么脏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擦过，这个没有擦过的，不用费力哈、哦。你的烙莲那时候怎么办？清洁溜溜哎、欸，大家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好干净哦，我们的手也这么干净，完全没有油，油腻腻都到抹布去了，到抹布来，懒人抹布，除油一起放。